1月7日，美国国会联席会议确认乔·拜登胜选。美国总统川普承诺于1月20日有序地移交权力于总统当选人拜登。杂交水稻专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任农平，因多器官衰竭医治无效，在湖南省湘雅医院逝世，享年91岁。中国大陆网友在网络上开展了广泛的纪念活动。4.19 NASA 的火星飞行器机智号在火星首次顺利飞行。7月1日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。2020年7月23日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开幕式。加拿大法官终结针对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的引渡程序，下令将他保释条件解除并释放他，结束近三年的法律攻防。12月3日，连接中国大陆云南昆明和辽国永贞的中老铁路正式开通，从昆明至西双版纳景洪仅需3个多小时，至辽国永贞当日通达，昆明至摩憨最快5小时20分可达，摩丁至永贞最快3时20分可达，加上口岸通关时间，旅客从昆明至永贞最快10小时左右可达。世界卫生组织WHO说，根据迄今为止的证据，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德尔塔变种。在周五12月1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，世卫组织说，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有很大的传播优势，在人口免疫水平高的国家，它的传播速度明显快于德尔塔变种。2021年4月2日，台铁泰鲁格号408次列车在从新北市发车驶往台东的过程中，行至花莲大清水隧道时发生出轨事故。事故列车共8节车厢，车上成员总数为496人。台湾首次不予选举合并举行的公投，昨天完成投票，4项公投议题的投票率都只有4:1，且不同意票都多于同意票，以及4项公投议题都没有通过。台湾媒体最新评论指出，台湾的公民投票制度被阉割之后，未来民进党将更有恃无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来看到的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原先说要在这个月16号参加南韩政府所举办的第4次工业革命委员会的线上演讲，但是南韩政府16号清晨临时取消，外交部称韩方这样的行为真的很失礼，已经召见了南韩驻台北的代表处表达强烈不满。那么新闻稿呢，在我们台湾的外交部新闻稿也有发出啊，像是这样子已经同步表达抗议之外，南韩政府今年9月是邀请唐凤在像这样子的会议中有一个创新场次，希望他可以发表演讲。那么原本是在会议中呢，是以台湾数位部长来称呼唐凤，但是呢，南韩政府却传出在会议当天的清晨，居然临时取消了对唐凤的邀请，但目前呢，我们外交部是已经发出声明表达抗议了，南韩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回应。